暧昧神秘暗号，让型男自作多情，想太多。半夜啊，在躺在床上啊，然后看影集，老婆就突然扒他的脚，然后放在我的肚子上，是不是晚上的那种幸福的时刻来了？他就瞪我，他说不是啊，是要你按，就是按摩嘛，按他的那个指头脚啊，脚那个脚脚脚趾头啊，指头脚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